作为世界足坛超级巨星，贝克姆深受广大中国球迷喜爱。巅峰时期，小贝的脚法精妙，长传精准，远射出众，尤其是他的背式弧线任意球相当难防，是所有门将的噩梦。贝克姆最不可思议球，门将傻眼了，这到底是踢脚球还是任意球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2011年美国大联盟联赛，洛杉矶银河对阵芝加哥火焰，第64分钟，洛杉矶银河获得角球，贝克汉姆主罚，只见皮球划过一道美丽弧线，越过所有人，直接飞入球网，任意球直接破门很多，角球直接破门却相当罕见。看到贝克汉姆直接角球破门，对方门将满脸不敢相信，估计当时他心里在想，把角球当任意球踢，这人可就开挂了吧。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。